be all righ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l right. It's going to be okay. 这首歌好阳光哦，感觉到了加勒比海的感觉。And it's music from our special guest. You know, two nights in a row, we have very talented musicians right here. And it just so happens, 我们等于是送上双礼啊。昨天呢，有这个李佳薇，今天另外一位送上好礼的是李千娜。Hello, 大家好。Welcome to ICRT. 真的，我第一次来到这边。第一次来到这边，但是呢，如果呢你们有在 follow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王大文呢，他主持的 Universal Beats， 听说你已经上过我们 ICRT 的频道上了，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我其实没有在大家面前唱过英文歌，我那一次就献给了王大文。对，我就在他面前唱了英文歌曲。Oh my goodness, what song was it? Try.Try Katy Perry. Oh, wow. OK. 那今天应该要再来一首才对啊。啊、oh, ，我没有准备。不过今天因为有新的专辑。Gonna be OK. Yeah. She is multilingual, multi-talented. 然后呢 ，Nana, right? Nana. 嗯、oh, ，真的叫 Nana。Nana. 嗯。Nana 说会有一点，你会紧张吗？说要讲很多英文之类的。嗯，你说这。其实你里面的歌曲吗？没有，就是访谈当中、啊。访谈啊，不要吧。老师还是要口尼奇哇。听说你日文比较好，对不对？嗯，如果所有的语言比起来，台语最好。哎，台语动人啊，就这歌最好听啊。啊，就是因为我嘛是台湾人 啊，所以又要邀请你来啊。你要讲台语？哎呀，也讲啦。可是你英文讲得很好、欸。我呢啊，我台南人。我刚刚还以为你是 ABC 哎、欸。是啦，是有点台调的 ABC 哦，不会，我觉得你讲英文讲得很好。No, but you're multilingual because I understand that you learned some Japanese, you know, in school, and then 台语也跟国语不用说了，英文也是可以来一下啦，不用紧张啦。不用啦，哎、欸，我还是我重温一下那个上次唱王大文那个节目。I know. Well, her new album is out right now. Okay, 李千娜最新的专辑里面呢，当然就会收录，当然有国语歌曲，也有台语歌曲，都非常好听，但是。你还是以比较 有偏好吗？就是因为台语那个 quick call 啊，跟写的歌出来的意味，其实跟中文歌还是有一个落差了，对不对？对，感觉上好像大家会对台语歌比较陌生一点，嗯哼，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可是我觉得现在时代在慢慢的改变啊，像比如说学友哥啊、Eason 啊，还有莫威他们也都是有在尝试唱台语歌曲。Yeah, yeah. 那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我会觉得，中文跟台语好像有一点要分开，有点差异。Mm-hmm. 台语的感受好像会比较，适合中南部。或者是说分区块，或者是说可能比较，要么就是很悲情的东西，要么就是很三八的东西。对，就是那个区隔跟中文比较没有那么的 balance。但是后来我觉得、啊、balance， 嗯。有一句了，是不是？ Yeah, 有一句，我们要数你今天讲几个英文单词。你不要给我压力，好。好，已经好几个 ，all right 啊、，gonna be okay 啊、okay. ，balance 也有了。就是我现在有在学习，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Eason哥，其实他们不管在尝试什么样的曲风跟语言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可以感动人。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学的那一块，就是不管我唱什么样的语言，我都希望可以感动别人跟动听。Yeah， 当然了，歌曲本来就是语言，只是其中一块而已，当然他的感动其实是来自于，不见得是一定要听得懂那个语言。我们听法国歌，有时候听到一半也会觉得好感动，听不懂，但是还会感动。哎呀，人的 say 话那样子，更不知道，你还是会有那种感动在了。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子，你一位歌手，就是在国语歌坛，然后在台语歌上面呢，可以有这个相等的这种贡献在，我觉得需要多一点这样子的歌手耶。好，我觉得呢，现在这张专辑，我希望来出一张全新的台语专辑，就是全部都是台语歌。我尽量，我现在其实就是在跟公司讨论，因为大家给我很多的建议，就说，哎，其实你可以尝试，就是整张台语专辑这样。对，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I'm sure you're gonna do that one day， 应该会有这样子的专辑出现了，我觉得。哈哈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尝试跟学习，就是看，接下来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资讯，跟我觉得经历也有关系，可能在发行这张专辑走完宣传之后，可能一两年我可能又拍了不同的戏，然后遇到更多不同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想法又不一样，然后接下来要发的专辑可能也会
让给他拭目以待。讲到台语，我们ICRT有一个单元是在叫客家话，客家话，你好大概好这样子。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尤其我们听众当然很多都是台湾人啦，但是也有很多外国人。今天就可以教一些台语啦，来自于你的歌曲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口语化，就像我接下来播这个就高频播一样，是不？高频播，厚脸皮，厚脸皮英文怎么讲？没有，其实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他们也会，当然可能是后来被中文影响，或者说lose face save face， 就是要有面子，对不对？也会用 face 这个字来代表面子，但是厚脸皮其实英文有一个字叫 cheeky，cheeky 就是你的这个脸颊，对，然后就是 cheeky， 就是你可以描述一个人，就是有点碰吧碰吧，就会 look cheeky， 这他们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但是也表示就是厚脸皮，哦，真的，same thing，cheeky，cheeky。 OK，那这首歌里面呢，比如说无恙不恙，对不对？我觉得很美的一个很口语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跟外国人来聊这个， there's a phrase in Taiwanese. OK, it's called 无恙不恙, which actually means is there a shadow or is there not a shadow? You know, 是这样翻吗？对，可是这样会听不懂嘛？So is there a shadow? Is there not a shadow? 可是它的意思就是 really 就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吗？就是 you don't know if it's true, real or not. 哎，我觉得很 funny. Really, you know, is how you say it in Taiwanese 用台语，让我们的外国听众懂，就是说，哎，台语原来有这样子这么诗情画意的方式去讲出其实很口语的东西啊。 That's just one of many. And then 高明婆也 again is cheeky right here on ICRT. Let's listen to it. It's a very cute song from our special guest today, Nana Lee, right here at Lee Chen Na with her brand new album and our special guest till 8 p.m. So don't you go anywhere. Plu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movies because tonight we take you to the movies on behalf of Miramar Cinemas. 我的天，为你付出泪如在港。ICRT的台语时间到啊，台湾教人有影无影，有影无影。Is there a shadow or is there not a shadow? 无影无影 actually means really. And then Jakabai is another one that I actually smiled when I heard that. 听到李千娜娜娜说 Jakabai， Jakabai 通常是在叫人家说走开，是不是啊？还是不是？就是你想要。 我给你什么这样？可是我想个美，最好是不可能，想得美。刚好国语是倒过来，是用美啊，台语讲拜哈，假卡拜。所以台语其实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对啊。So假卡 拜 just means it's so hard to describe this in English. 现在要叫我用英文讲。卡住了，好难翻译哦。Well, literally, it means you can't eat worse than that. Okay, 它片面的意思, you know, you have to eat something worse than what you are already. And it just means that you can't have what you want because, again, 这个英文就很难翻了。Go away, you can't have what you have or what you want. 好啊，没有关系。哇，反而考到我自己了。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e got our entertainment report and also we're going to tell you what movies were hot at the box office last weekend. 最近很忙，没有看电影哦。没有。连这个 威曼的这个美国队长都还没看呢，对，我真的太忙了，全球几亿人口都已经看完了，但是我相信这么红的电影不可能这么快就下档，对，是啦。好，待会儿呢来聊聊电影，然后还要再听其他李千娜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咯。 And that's the ICRT Entertainment Report. I'm Eric Gao. Who's going to be in town on August 16th? Charlie Puth is. You know that? Really? Yeah. No, I did not know. Yeah, it's something that just came about, I think, about a week ago. And it's still kind of, you know, far away, you know, 3 months away. But Charlie Puth, I understand, is actually scheduled to come here on August 16th. That's what I am reading right now. Cool. All right. Well, thank you so much, Eric, for all the updates. Mm-hmm.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movies and playing music from Nana Li Qianna, our special guest, okay? Nana, 回到我们现场了哦。你最近真的忙到都没有在看电影了。对。但最后还是有看一部电影跟 动物有关嘛，对不对？动物方程式。对，这个在没有看，真的太丢脸。 Did you like it? 有喜欢吗？ 好喜欢哦。哪一个？那个兔子还是 Julia？ 还是那个树懒？树懒哦，树懒跟旁边的人那个讲笑话，那个太好笑。还有那个后面那个啊。
狼一群人在叫，真是太好笑。最近很多电影都跟动物有关哦。当然，你刚刚看过的这个《动物方程式》，其实上个礼拜还在前三名，现在掉到第四名。我们现在呢，美丽华影城每个礼拜四晚上7点钟所赞助的电影快报，我们来看看上个礼拜票房前三名的电影有第三名《与森林共舞》（ The Jungle Book）。 这个又是跟动物有关，因为它是一个小孩被丢弃在森林里面，然后一群狼呢就把它抚养长大。我有看了那个预告，好棒，而且那动画做太真了，最主要它是动画，看起来像真的，对，好难想象，而且那个弟弟演的好好哦。我觉得他演应该很辛苦吧，因为他动画嘛，对，而且全部应该都是绿 key， 对不对？对啊，旁边并没有东西啊，那小朋友他在水里，他怎么可以这么入戏？太强，蛮厉害的，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第二名新进榜的电影是一个续集了，A Sequel to Neighbors。 This is Neighbors 2 or Bad Neighbors 2 恶灵缠身第二集。喜欢你喜欢 comedy 喜剧片还是动作片比较多，还是爱情片？都喜欢，都可以哈，剧情好都 OK。主要是我会看男女主角漂不漂亮，帅不帅，是不是很肤浅？这里面有一个帅哥啊 ，Zac Efron， 而且他就是跟那个你知道有另外一个好莱坞明星 Matthew McConaughey， 马修卡什么，对对对对，那位他每次都一定要脱上身演出，有练一下嘛，当然要露一下。我们这里面这位 Zac Efron 也是，这一集也是继续一直拖，小鲜肉出现了。但是这个故事是在讲一对新婚夫妻，第一集是生了第一胎小孩，然后旁边搬进来是那种大学生兄弟会，天天都在 party 那样子，而引起了战争。哇塞，过了5年后，这个兄弟会也都毕业了吗？ 不巧的，怎么会搬进来的是姐妹会？Oh my god！ 台湾的学校比较没有这种东西哈，没有，什么兄弟妹的，美国比较有这样，而且好像是美国而已，听说英国、加拿大都没有，就是美国，对，所以这次是 sorority， 而且女生玩的比男生还可以更疯啊，蛮令人期待的。Anyways， 恶灵缠身第二集第二名，然后持续呢在冠军宝座呢是全球每一个国家，我相信都在冠军宝座，但娜娜还没有去看的，但也很喜欢的。 这个漫威动画对不对？没有错，我一定要去看。Captain America 3 Civil War， 美国队长3的英雄内战啊。什么时候有空赶快去看啊！而且我刚刚意外得知消息，我明天休假，我要去看电影。Oh, you gotta go see this. Yeah，这一次当然你说你都有在follow钢铁人啊，美国队长、复仇者联盟这样子。我最期待就是要看到钢铁人。哦，你也是 Robert Downey Jr. 拍的，没错。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子吗？ 可以看别人可以啦，不要对待自己的就不要遇到。啊，对对对对对对，也是对。好，这你如果你有去看的话，你要从一头就一开始就要去选边站。 你要支持 美国队长 Captain America， 还是要支持钢铁人 Iron Man？ 然后开始互斗，对，哦，感觉好精彩。可能还是有人还没看，所以不要讲互斗。对对对，不能讲，不能讲，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没有看，你不能讲，爆雷。没错，这个时候就不能把实话说出来。你好会带哦。没有啦，这个带的蛮牵强的，是刚好看到的，你知道吗？李千娜这次专辑，说实话，对，这首歌好听啦。谢谢。这首说实话 ，The Truth。FM 100 ICRT， 说实话，真的好美的声音，而且李千娜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你知道，她其实好多角度可以。 阿米，你的这个整个演艺生涯里面也证明了，不管是演戏，很会演，然后也得了金马奖，也入围金钟奖，现在缺少金曲奖，对不对？对，现在目前的目标是金曲奖。金曲奖，对啊。哇，你这可是我有压力，不要国语台语歌都唱得非常有味道，不会因为一边就牵扯到另外一边。然后呢，以你的外表、身高、身材等等，其实你可以当 model 啊。 哈，不要啦！我觉得当 model 太有压力了。会吗？而且你需要，我需不需要从头到尾都保险还是怎么顾得很好？172公分的身高不是吗？
这是多少这个 model ship 可是那不是我向往的，我还是比较想要唱歌跟演戏。 You never done modeling? 你从来没有 model 过啊？没有，真的啊？没有。 Okay, but anyway, 所有的演绎的东西，不然歌唱演戏，或者是当然你没有尝试过 model， 其实你都行得通啊，对啊，多才多艺。但其实我觉得我都没有去排斥任何一方，我都希望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都会去尝试。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嗯，你爸爸妈妈据我所知也是音乐背景的嘛，对不对？那他们在你的事业当中有没有比较 prefer 说，哎呀，你就好好演戏啊，还是哎，你就继续唱歌好啊？有任何的这样子的。 妈妈的话，妈妈的话，她都支持，嗯，她会很支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但爸爸的话，可能他支持我演戏，但不支持我唱歌。哦，因为他自己，我觉得他是因为心疼我，然后怕我辛苦，嗯哼，所以希望我不要太接触音乐这一块。所以在他的眼里，演戏是。 比较藏青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比较好赚钱吗？还是什么？我觉得他的观念比较传统，然后比较商业一点，就觉得说，哎，你可能常常出现在电视上，大家比较会记得你这个人，然后知名度可能会比较容易提高。但唱歌，因为竞争力太大了，而且他会觉得我唱歌也还好。他会说这种话？他可能对我唱歌这一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可能就这一块会被他。 不受他，要跟你爸爸说你错了。欧北恭维了。其实这阵子在跑宣传，都一直在讲他坏话，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帮我跟他和解。<笑> Yeah, I think he should be very supportive, especially what you've done. This is your third album now, 第三张专辑了，不是吗？对啊。然后你唱的歌真的是有实力的，真的希望你这个三金都可以拿到啊。谢谢。就是金钟、金曲跟金马那。 已经有两个了，我会努力，缺一金而已。但是金钟也没有，金钟入围没有得奖，入围 OK 了啦。当然，希望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得奖。好，先不要想这个，压力好大，因为我接下来要拍戏啊。But no matter what, you are thinking of your papa a lot, and so 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因为真的讲好多，我们现在需要这个进入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播一首，其实。 这也是献给爸爸的歌吗？哎，对，你要放我写给爸爸的歌吗？嗯，哇，I think it's appropriate. Plus, we're gonna give away some tickets right now. 我们刚刚一直忘记讲哦，电影快报里面呢要送出。其实你好像蛮注意这个电影，我想要怎么得到这个电影票？走音天后，这是改编于一个真实故事哦。这位他是好像是100年前的时候，1900年初的时候的一个名媛啊，然后他又会唱歌，可是他都是唱的五音不全而。 而出名的，对，right？你对他的故事了解是不是？嗯，我有稍微资讯有搜寻一下，然后我看到这个预告。Okay, 走音天使 ，and it stars some of the biggest actors and actresses, including Meryl Streep and also Hugh Grant. 所以要怎么送出呢？打电话现在到8522-8282，快帮我记下电话。Okay, 赶快记一下8522-8282。然后呢，我希望你打电话进来，然后就是从 Do Re Mi Fa Sol La Si 都一直唱到你走音为止。 所以唱走音就可以得到这个票。嗯，对啊，就可以啦，这么简单。喂，哎，怎么讲？好，打电话进来吧， 8522-8282， sing out Do Re Mi Fa Sol La Si until your pitch is wrong, and we will give you these tickets. All right. 刚刚呢，做了一个小决定。 想要听爸爸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呢去买李千娜的专辑来听，因为我 ending 想要来一首你跟王大文合作，甜蜜一点，对，甜蜜一点啦，加上大文他今天也有节目在我们 ICRT 啦，对，大家可以收听11点钟的时候，but 这是熊爱郎，熊爱郎，你的台语应该比王大文好，干嘛呢？嘿，哦，因为至少你还可以自己讲，那王大文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己讲，要知道就对了，对，OK， 这首歌很可爱，最爱的人，The One I Love the Most，But we also gonna go to our phone lines right now， 让李千娜听大家走音，你要不要示范一下？你说我走音啊？哦，哆瑞咪一直唱上去，好，你有键盘可以按吗？没有，没有，哆 瑞 咪 发 嗦 拉 西 哆 瑞 咪 发 嗦 拉 西 哆。
16音了，所以我可以到达抖音天后吗？对对，16音了，还不错耶。 Let's see how our listeners do. 哎呀，不见了。刚刚大家以为真的要送给你，大家都挂电话。刚才闪的全部都挂掉啊。谢喽。85228282 OK, call in right now and do the same thing that Nana did, and you could win these tickets. Hello. Hi. Hi. Who is this? Eunice, 要大声一点好吗？ 好，靠近一点你的那个听筒。 来，Eunice, 要不要跟 Nana 李千娜 say hello? Hello, Nana. Hi, 你好。 你说你叫什么？ Eunice. Eunice. Eunice 爱唱歌吗？ 还蛮爱的。 去KTV 会被人家说 你不要一直走音吗？ 不会齁。 好，你要假装走音也可以啦，看你能唱多高。来 ，Eunice 要大声一点哦，要不然我们听不到。一二三，其实他在10秒前就已经开始走音了。对，第一个音开始，送给你了。你可能跟 Florence Foster Jenkins 一样，会这样子而出名哦。他是不是故意的？ 对啊，你不是说你很会唱歌吗 ，Eunice？ 哦，刚刚可能太小声，你自己知道了，没关系啊，送给你就是最主要听的人要走音就对了啦。恭喜你，恭喜你喽！你把 Nana 的票给抢走了，可惜。All right, stay on the line, okay, Eunice？ 拜拜。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对。Nana， 你也认识大文，也认识我了。对。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好吗？好啊。 然后呢，赶快去支持这个才刚发行不久李千娜。我以为你要说美国队长，也要支持那个队。拜拜，拜拜。